长小猪佩奇和乔治在哪里呢？这是一个糖果堆，这么多糖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？我们来看一看这里面都有什么呢？水果糖、风车棒棒糖，这里还有一大串什么呀？我们要打开才能看到。三明治糖，怎么还有一个口红呢？那这个呢，其实不是口红哦，而是口红糖。我们把它装好。这是什么糖呢？拿一个看一看。迷你小汉堡，汉堡糖。还有什么糖？荷包蛋棒棒糖。哇，这里还有可以吸吸的果冻。这个是什么呀？粉色的奶牛。哇，还有黄色的，很多的软糖哦。还有金币巧克力。找了半天糖果，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呢？才想起来，我们是来找找小猪佩奇和乔治在哪里。原来小猪佩奇和乔治也都在这个糖果的堆里。看到了吗？佩奇和乔治在这里。糖果的魅力太大了，小猪佩奇和乔治都舍不得离开这里。不过，小朋友们要知道哦，糖果虽然好吃，但是不能贪多哦。